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来玩很久没玩的天命奇遇，都还没破完，都出这么久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跟罗葵讲一下话，做一下支线剧情。两方跟魔女教作对，我想收服他，让他们成为旁教主的势力。笑话，谁知道你说话那么信？不过多一敌不如少一敌，就平安往往也好。青龙帮帮主从这避而不见，青龙帮管的赌房里。香浓赌房。这个是。哎，哦，之前救他们那两个弟子啊。OK， 好，走，这里吗？趁开通时归实地阵地。什么啦？是要按什么？我根本没看到啊。哦，倒数第二个。不可怪，你敢动手脚，马上给我滚！七柄帮主，就是臭小子一点脑残，他能演上到也很会动手脚，那么疲于应付。我还以为什么高手，原来是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臭小子，居然敢在我地盘一再扰乱，定然惊动了本大爷出马。你可别想打打屁股就能了事。你就是青龙帮主，现在只会躲着的胆小鬼，我可不怕，谁打谁屁股还不知道呢。好大的口气，你这如此会干小子，敢敢数落我？给我马上往实地打！青龙帮帮主，我先拿什么武功？没事，没事，别让他跑了！一点多大意不得！看招！没事，看招，见血丢命，别让他跑了，可恶，没事，
一点多大一不得。死没？剑血天地！我绝招吧！太招！别让他跑了！我怎么觉得桐木剑法好像不太一样了？我太久没玩。剑血天命！看这我太久没玩。看招！别让他跑了！没闪过！看招！有机可乘！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别让他跑了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哎呀，太大意了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别让他跑了，哎呀，太大意了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个力。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别让他跑了，见血天命。哼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我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嗯，可恶，想不到你这小子这么厉害。一招是避了帮主，难怪帮主一直避而不战。如今帮主拜有魔女教，青龙帮已是群龙无首，我也是小命不保，听到了没？好，我存档啊。好，我去那个洛阳东侧的穷云帮。只可惜，众望所归。这信应该交给副帮主吧。
副帮主跟哨子都不在场。哎呦，绝唱琼林帮主，哼，那你不打我，别让他跑了。哦，帅哦，见血天命，哼，哼，哼，哎呀，太大意了，哦，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哎呀，太大了，可恶，没闪过。嗯，见血天命，长弓箭法不是很好用，别让他跑了，接招吧。哎，有机可乘，哎，有机可乘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，哎，有机可乘，哈，哇，哇，哇，哎呀，太大意了，破，快收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破，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别让他跑了。哼，哼，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哈，哇，嘿，哎呀，太大了。哇，别让他跑了。哎，我的第四招怎么见呢？没闪过。哼，哼，哼，哼。哎，有机可乘。哼，哼，哎呀，太大了。太大了，真好，真好！哎，有机可乘。哎，别让他跑了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哼，哼，招，接招吧。破，破，看招。哎，有机可乘。哎，别让他跑了。没闪过，可恶，没闪过，接招吧，可恶，没闪过，别让他跑了，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打好久。更利用副帮主引走哨鼠。龙吟宫，嗯，好吧。不过这个帮他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。那如果选择跟他打雷，我们来督挡看看。我们先整个打。好，快传。好，我们选择跟他打会有什么剧情？我就接受你的挑战。
很强吗？罗奎，就由我来击碎你的野心。我蛮强的，没闪过。哦，可恶，没闪过。他那个，哦。丢哎！就不要离他太远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让你尝尝绝对的力量。烧成灰烬吧，地狱火！接招啊！绝对的力量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硬啊！可恶，没闪过。一点多大一点。有机可乘。不可能，难道这是孙悟空在柴教主之上？看招！让你尝尝绝对的力量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嘿，瞧你破绽百出的护法。绝对的力量！我中了！烧成灰烬吧，地狱火！让你尝尝绝对的力量！人人自有天命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你以为我的武功应该在魔女教交手时相差不远？你还有你这道越不过的墙阻挡着我。我就像想爬上山顶人。明剑残云。哎，可是没有那个秘技耶，这是心法啦，那应该是心法。好了，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那希望后，明剑残云。目前此剑为飞白派的镇剑之宝。是哦。好了，喜欢我频道的话，频道主要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接个台，这样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里收看，拜拜。